今天是中元节，我们今天要做一点那个粑粑吃。然后这个黄豆呢是我选好的，等一下拿去炒一下。走，现在我们就来炒黄豆。炒黄豆的话，不要太大的火，然后要炒到它爆为止就可以了。这黄豆是我们刚刚炒好的，先拿来磨。这个黄豆粉呢，我们已经打好了。打好之后呢，放点白糖。这个白糖是打过的，用那个机器打过，这个特别嫩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粑粑，这是糯米粉。倒碗筷。全倒糯下嘛，然后放一点水。再帮倒糖啊，再放点糖，糯米粉呢，我们已经揉好了，水已经开了。这个粑粑已经浮起来了，我们要把浮起来已经要舀起来，沥下水。这个粑粑呢，不要煮太久，煮太久的话就有点烂了。这糍粑捞起来之后，沥完水之后，要拿到这个磨好的黄豆上面去，黄豆粉，这样拌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我们叫这个糍粑叫做麻打滚，你们叫什么呢？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好搞笑的？麻打滚，麻香锅呢？啊，怎么样？好吃没有？可以可以。我也尝一个啊。味道还可以啊，可以还可以。蛮好吃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下，像个小点心一样的，蛮好吃的。我现在送点这个粑粑。给大叔跟奶奶去吃。今天过节，他们应该是没做，然后就送点给他们尝一下。走，上来吧。另外二点水呢？跟，有烧水呀？不能烧水点。扔掉啊！你不烧了。那不卖。不闹了。再拿点给奶奶尝一下。啥？啥叫焖面？进来了。那2.4呢？进来了。水呀。我们来烧点水，水，请妈去妈来，现在弄妈，请那的，我就哎，弄没呀？我干熬工呀，干不是人家修个机，
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可以订阅关注我们。关注哦。在这里下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